就像牛奶哈、啊，像牛奶，喝点儿。嗯，俺不喝，还是给樱桃喝吧。喝牛奶呀。行，好，走吧，那俺俩就不坐了。打个药都挺费事啊，要是拿那个桶一桶一桶打更费事哈、啊。以前你这是压片儿啊。啊哎呦！哎呦我的妈妈呀！怎么整这个？挺能大块头。它怎么不转？但是就可以打了。哎呀，还挺先进的。我打一会儿吧，干嘛？你歇一会儿。好啊。啊，你跟我说怎么打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就行，是吧？这个还摁它吗？嗯，有事够了，三块一五。啊、嗯、啊，够吃！这喷雾这个那个喷景点地方。啊，这样啊。啊，对，那个够吃呢，一五那个头发，对。啊，这么样。啊，就够啊。啊，好。这样小树也都打是吧？啊，这啥东西？啊，存着回去。啊。哎呀，给我整的。一年的。啊，就是围着这个树打是吧？嗯，围着这个树对。这边地打完了，上上面那个地打。阿兰姐，啊，俺妈，你弄的怎么通通红的？晒的吧？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这晒晕乎噜乎的。哎呦我天，太热了这天。嗯。你干嘛说呢？在仓库那里，整理东西呢，一会儿就上来了。嗯，快洗把脸吧。嗯。洗把脸，一会儿吃饭。哎，完了！我的摄像机掉水里了。你不是防水的吗？不知道防水不防水。是。哎呀，这两块就头脑袋扎水里边，哎，就特别好。今天就是热，30多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吃完饭赶紧回去，下午还有顾客，你去店。下午还有顾客。嗯。行。小李。啊、嗯，咋回来这么早呀？家活干完了，阿兰姐她下午还有顾客什么的，哦、给你烧的樱桃。哎呦我天哪！我们都没舍得吃，就给你烧过来了。都给我烧的。对呀，就红着几个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们没吃？啊，我都没舍得吃，我、哎、我都馋死了，我都没舍得吃。怎么没馋死你？这么好呀？嗯，还有桑葚。哇，真好。昨天阿兰去摘的桑葚。那我洗脸一起吃呗。我不吃。啊，真好吃。好吃吧？嗯。酸酸甜甜的。特别好吃。嗯。又酸又甜。嗯，对。阿玲姐呢？我给她送店去了，她店有顾客吗？啊、嗯。行。啊，我就。头的你往这儿跑，你不热啊？那你想吃樱桃，那赶紧给你送过来呀、啊！马不停蹄的，赶紧给你送过来。一天没见了。你们上午把活干完了。啊，早上5点就起来了。就开始，啊，热吧？热，热哈！哎，我快热晕了都。妈呀！嗯。你喝不喝水？给你倒点水喝。我不喝，我车里边有，我喝了。你看我的脸是不是黑了？不黑呀。又黑又红，我看了刚才都。不黑，没事儿。嗯。哎，我给你买了两件衣服，我给你拿哈。什么衣服啊？本来想昨天下午带你去来着。啊。这不回老家了吗？啊。然后我中午的时候没事，我就出去给你买了。哎呀妈，一个黄色的，一个粉色的。啊，好吧。哎呀，行，挺好看的，好看。应该能合适，应该你大小合适。看、嗯，我比你。你量量。行，行。哎，我穿粉色的能行吗？能带起来吗？哎呀，行啊，你别老穿这黑的。你看你买那么多黑的，你夏天不热呀？行。看着你就热。喜不喜欢？喜欢。你再买衣服的话，买点亮色的，买点浅色的，夏天。嗯。啊。嗯。我看你那些衣服，我就感觉穿着不舒服。哎，挺贵吧？这衣服。不贵。我看看标签，多少钱？啊，你穿着舒服就行。啊。嗯。不用管多少钱。嗯。行。
以后你买衣服就买的舒服一点的。嗯，以后你别给我买衣服买啥的了。也没给你买啥呀。你买枕头又买裤子又买短袖的，我心里边都感觉不好意思了。你脸皮那么厚还不好意思啊？你给我买的东西也挺多的，我不得回馈你吗？啊？我给你买是应该的呀。那不用啊，我给你买也应该的。这衣服回家那个洗一下再穿哈，别不洗就穿。啊，行。啊，嗯，我知道。手洗啊。手洗。啊。那扔洗衣机洗一下，手洗衣机洗去了。夏天的衣服都需要手洗，怎么还用洗衣机给洗坏了？我别的衣服用洗衣机洗，就这两件衣服用手洗，我肯定会好好爱惜这两件衣服的。嗯，我感觉自己太幸福了，接二连三收到你的礼物。哎呦我天，就送个礼物就幸福了？啊，感觉这礼物看是谁送的呀？你送的当然开心了呀。行，说明你越来越在乎我了呀，对不对？你一会儿那个回家睡会儿觉呗，早晨起来那么早。嗯，啊、行，行，我到晚上去你家找你玩呗。哎呀，你快休息吧，今天干一上午活。我下午的话，我去找阿莲姐，她不是在店吗？嗯。然后我的指甲长了，我让她给我做的指甲，不舍得剪。你下午休班？哦，我下午没事，然后我休班呗，然后接木婉莹那个啥来得及就行。哦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。啊、不用啊，我不累，我不累。你怎么不累？我不累，我跟你一块去。我回家睡不着，你休班我不陪着你吗？啊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